真正的你。你想要啥？爸爸。那个手是我们家昨天旅游分局长率警力34名抵达现场，启动快打，立即前往现场压制相关人，依法侦办。啊，你们知道动机大概是什么？初步讯问结果是因为在离峰炮前，因为购买餐点造成的一些冲突而引发的事故。